早上好，烧好水，一会儿泡杯咖啡。哎，走吧，出去玩。走吧，别客气了，来下去。我在那跟我假客气。套绳子，现在车多。走。早上还是很凉爽的。到了，浪浪来了，妞儿，浪浪这儿呢，不理我。好，下。把昨天的水换了，这样保证我的暖水瓶每天都有新的水，那再喝昨天的水，这样也不烫。吃个早餐，然后还有昨天的鸡蛋。肉肉先去加油了，我也准备出发，收拾东西，妞准备走了。今天就比较好走了，全程的高速公路直接到瑞丽。带个橘子，一杯咖啡，一杯水。哎呦我去，还傻了。我这杯子本来是有盖的，结果那个盖给摔掉了，还得重新买一个。这个都放在小池子里，这样它即使洒也是洒在池子里。检查窗户，窗户排风扇。关密变水泵 OK， 准备走。
增加机位。OK， 导航。这个车友也养了一条边牧，估计一岁都不到，特别调皮。准备好了吗，那妞？出发。放支撑，检查一下车况。每天早上检查车况非常好，因为车比较凉嘛。转向液、刹车油，我这转向液为啥有点湿呢？冷却液没问题，机油没问题。好嘞，就我转向液和刹车油都有点偏多。这边是加汽油的，柴油在那边，它分开的。从前面掉个头，这位月龙正在加，肉肉应该加好了。给了，给了，给。他这还自己加油，自己加油还有，就我自己加嘛，刷卡的都要自己加呀，估计人来。啊，对，柴油加嘛。啊，这是柴油吧？是，汽油在对面。在汽油加嘛。那崩溃了。刚出加油站坏那儿了。还没出加油站就坏这儿啊。Like what, all night long.
Yeah.